家好，我是小喵，今天是七夕手工专属的第三弹。看到小喵手里的这个爱心了吗？你看大小心是重叠的，叫心心相印。想要在七夕告白的朋友们就要抓紧学习啦，那跟小喵一起开始动手吧。前面都是一些最常规的对折，大家做起来很简单。是不是感觉所有折爱心的步骤都差不多？在折爱心的三角形部分时，大家要注意折痕是不是对齐了，不然后面很有可能爱心不对称了。小喵选用的是黄色纸，因为我最喜欢黄色的纸折出来的爱心，颜色比红色还要亮。先把小爱心折好，再折大的爱心。背面不是很好看，要是两个爱心背靠背粘在一起也不错。看完后是不是觉得很简单呢？